我们这次展出的是日本艺术家金卷方俊的作品，那它是以木头为材质所做的雕塑。那这次的主题是跟死亡有关，所以在他其中很多件作品上都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生与死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上。他想要借此提醒大家，虽然我们现在还活着，但是死亡这件事情大家都会面对到，希望大家能够来思考死亡这件事情。金卷方俊，他在日本所受到的是正统的学院教育啊，让他对那个人物的掌握啊很精准，你很难发现到有怪怪的地方。你会发现他另外有一批作品，就是会有人的重复，好，那这样的表现其实在我们看来是时间会留下轨迹，好，他是在表现那个时间。你好。日本から来ました彫刻家の金巻義俊です。今回の作品はメメントモリという作品をテーマに、制作しました。我是以对死亡的诠释表现在我的雕刻上。大家在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呢？并没有想要告诉大家这个答案，我只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在看到我的作品的时候去思考说对于死亡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作品，就是一个青年，然后还有一个是象征死亡的骷髅。大家在看到这个时候，究竟他是接受死亡，还是说他是要反抗死亡呢？他想要问一下，在看这个作品的观众内心是什么想法？大家看到这个骷髅会觉得说很恐怖、很吓人。可是其实我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对于这个骷髅的想象，就是并没有带给大家这种恐怖的感觉，纯粹只是想要表达出死亡这种空虚、空壳的感觉，让大家去思考说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想法。因为每个人、每个年龄层、每个不同的性别，他们对于死亡的想象、死亡的定义都不一样。透过这样子的展览，可以跟现场的观众就是互动，了解说他们对于死亡的想象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作品，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少年要盖着那个骷髅，还是要把它脱掉？对，这是老师其实他想要问观众看起来是怎么样想的。虽然老师自己心中已经有答案了，可是他还是希望让观众自己去决定。他是用木头去制作的，因为他觉得木头是跟人类的体温很接近的一种素材，所以他是采用这样子的方式去雕刻，表示说很接近人类的这种生命活着的感觉，还有这种死亡的感觉。